苗栗斗焕坪有一个新鲜的新兵，因为不满跟另外一个留姓的新兵在寝室碰撞激怨，新鲜男子呢竟然是闹了十多人，手拿球棒呢在这个营区的大门口叫嚣。但是呢事后新鲜男子因为自责，趁着被留营的时候他伤害自己，结果送医之后还是伤重不治。黑衣人堵在军营门口呛声，原来是里头的新兵不满睡觉和同寝新兵发生碰撞，竟然六人包围营区。仔细看，左边几个男子手持棒球棍不断叫嚣挥舞，还全部都穿黑上衣，右边军营里士兵站一排戒备。而六人呛声的新兵就是他，事后被长官责备，被家人大骂，竟然在营区伤害自己，被紧急送医，最后伤重不治。这经过调查之后，是因为早上的那个斗殴事件，那阿兵哥自责愧疚，对不起父母。回到一开始，这名新姓新兵跟同僚就同住在这间营区里的寝室，有床有书桌，空间还算大，没想到和同僚发生争执，竟然找了四车16人放假堵在营区门口想打人。事后找人呛声的新姓新兵被长官强制留营了半天，趁着营区没人选择伤害自己，呛声同僚不成，自己反而结束了生命。记者彭志明苗栗采访报道。